来来来，我来。快，这么好的时候不能错过了。已经快过了。我觉得过不了。是咋回事呢？总觉得肯定有说到。哦，就那一，哎呦我去！怎么的？有闪电啊？哎，它又膨胀出新的了啊！不光是新的了，而且你没发现那块的云特别白吗？你看那顶尖那块有没有像？哎，我去！刚才是啊，闪了，可白可白了，这特别的白，就像假的似的。行了，突然之间就死了。哇，给力啊！现在顶上的云非常的多了，然后把太阳光挡住了，而且顶上还一直在打闪。那得咱也太牛掰了，咱得相当高了。真好，哎呦我去！正好，你发现没？哎，对，哎，你看，真是大晴天，你看天那么蓝，大晴天，你看天那么蓝，我操！就在一块打雷打闪呢，啊，挺给力啊！哎呦我去，哎，这怎么还有个棍儿呢？哪块啊？真的，你看这边这个乌云像棍似的，然后插在这个这顶上。哎，这画面又变了啊！哎，有飞机过来了，哪儿呢哪儿呢？我去，飞机！哎，飞机有啥稀奇的？好吧，飞机不稀奇，飞机肯定是想要降落。等快降落吧，别飞！哎，不对，这是稀奇，这个飞机不应该往这边飞。你，哎呦我去！改航线了。这飞机不应该往这边飞，你看倾斜了，倾斜了。一到阴雨天，它就这样式。啊，倾斜了，倾斜了，看到吗？倾斜了，飞机倾斜了，开始拐弯了。我勒个去！一到阴雨天，飞机都是这样式的。这是不是哆啦 A 梦造的那个大飞毯啊？一会儿出来，太白了。一会儿出来钢铁侠，出来雷神。我们果然是搞动画的，非常童心。我们非常质朴。我操！一会儿真飞出个飞碟，不得吓死咱？吓死爹！我感觉没事儿，这个路就行。确实挺好看，你看那么白。是啊。而且还在不断的往出。还在跑，还在。而且问题是吧，它哪来的动力你知道吧，它得有个上升的气流，然后对呀，中间往上升。对，我就想知道它哪来的动力。而且为什么这块云会这么白呢？明天看新闻。它很多层啊，这是一种什么天气现象？再看一下那边大晴天。哦耶，那边还有一架飞机。哦耶。在这个画面里边，一切感觉像贼像都像假的似的，像画似的，像画的，是像各像画。其实。